好，主播观众带您来看到最新消息，网红贵妇奈奈她的男友爸爸黄立雄在经过今天下午2小时的讯问之后，目前结果出炉，是以50万元来交保，并且限制出境出海住居，以及呢要佩戴电子监控，并且每周要到派出所来报到。至于呢为什么会是交保的这个结果呢，外界就研判我们的羁押呢需要一些要件。那目前呢，黄立雄因为他是主动来归国投案，并且呢他已经高龄了70多岁，因此研判不太会有可能再来逃亡。而另一边呢，他的妻子呢下午今天早上也是被送到士林地检署，因为涉犯了另案的诈欺而被侦讯。那大约在12点左右呢，也是已经被无保释回。那后续呢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奈奈以及男友究竟会不会回台来归案。后续呢，我们也将持续带您掌握详细镜头，在棚内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